诸位用力，你刚刚吃饱了，用吃奶的力气，现在没吃奶，哎呀，好 ，OK， 压下去，磨掉，磨掉。什么？还不可以吃，要烤过。好，这就 OK 了。不用挤，不用挤。那个等一下不要了，因为它直接进烤箱。哎，这个是小心，但是可以再用。我知道。压扁。你这个饼干中就会手指。来压这个，压，把旁边剥掉，把这边剥掉，儿子，这边边边，对对对，不要塞进去，我们要做双层。